开启一切与碧波亭 App， 同意隐私权政策，并按下一步，选择您的登入方式，登入一切。若您的手机有生物辨识登录，可选择设置或按取消继续激活流程，点击设备，开启蓝牙与使用 App 期间允许定位，点击左上角选单按钮，点击 QR Code 激活，扫描仪器上的 QR Code， 选择您可使用的 WiFi 网路进行连接，点击确认保固通知，进入操作画面就代表成功喽。关注碧波亭 FBIG， 养生美，一生美。